有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就被困难打倒？当怒火在燃烧，当梦想在跳，心中的愤怒就像是龙咆哮。有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就被困难打倒？当怒火在燃烧，当梦想在跳，心中的愤怒就像是龙咆哮。有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就被困难打倒？当怒火在燃烧，当梦想在跳，心中的愤怒就像是龙咆哮。受不了一些人总是狗眼看人低，看我之前先看看你自己的能力。你总是说你认识那个谁谁谁，哦，对不起，我从来不管那些是是非非。岁月的年轮在不停地转，哦，如此坚持只是怕留下遗憾。有些人让我放弃吧，你扯淡，因为我的路不可能只走一半。从两年之前到两年之后，从技术薄弱到慢慢之后，从两年之前到两年之后，从被人排斥到慢慢接受，从两年之前到两年之后，从技术薄弱到慢慢之后，从两年之前到两年之后。从走上这条路，受过无缘无故等待，孤独无助，从朋友的远离到音乐在诉苦，我不舒服，也不想被社会束缚，所以我选择用文字陈述，我不会臣服。从单纯思想成熟，如果这辈子是孤独，那用文字来陈述我走过的每一条路。哦，对了，我承认我是疯子，那音乐就是我的全部。你们最酷的表现在哪里？把你们小金砖甩出来，第一次来的一定要勾直播通知 OK。 我们马上就要哭47万74万。在我站起来的时候，身边会有很多人陪；到我倒下的时候，伸出援手的那人是路灯的灰暗，却比不了人心的黑。我不想把自己的才华全部都浪费，这个社会少了真实真相都被掩盖，人心的价值被金钱给替代。我虽然没有钱，但从未感觉失败。我是个音乐人，音乐让我主宰。我曾经为了自己深爱的人放弃一切，换来他的疲惫和我整整哭了一夜。他们拿着红色钞票对我嘲笑，我不想被这个社会吞噬，我不要。有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就被困难打倒？当怒火在燃烧，当梦想在跳，心中的愤怒就像是龙咆哮。有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就被困难打倒？当怒火在燃烧，当梦想在跳，心中的愤怒就像是龙咆哮。放弃不了梦想，所以继续追逐。也许别人看不起我，但我不是个废物。想要学会音乐之前学会孤独，因为我是孤独音乐人，孤独行路。瞬间变成那种土匪的感觉，有没有？然后咱们家第一次来的宝贝勾一下右下角的直播通知，手机用户点关注就可以了。这首歌就叫孤独。